走，给你洗澡了。还得再等一会儿，前面还有一个洗澡的。一会儿休息。都是因为这个看有点大个，如果长得滚一滚一，休息休息。起来，舅舅，起来，起来！不摇呀？不摇。对。哎呀，你也太胆小了吧，球球啊！人家只不过比你体型更大一点而已。好吧，走走。运动运动。你是累了吗？要不要我抱着你？抱你。咱那小球球多帅，倒霉。阿姨，我感觉这200块钱花的值。看看我家大小姐。